你要老伴儿现在下来，老伴儿就忙了。我就告诉你，搞刺激性的那个，都他妈省钱，都老姐的。不是说这个痛病，痛病都愿去摸一下，感觉一下这个手感怎么样啊？这个教练疼怎么样？这都是痛病。玩机械的哈，就喜欢上手，哎，去摆去摆弄一些东西，太正常了。